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日军的粮草仓库已经被许家和他们给烧了。接下来一定会疯狂的进攻的。没错。眼下我们就剩下这最后一道屏障了，我们必须要坚守三天。 因为日军苦战三天之后就消耗殆尽了，他们就会丧失战斗力。到那个时候，如果没有粮草的支援，他们一定会撤兵。而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的援军也应该在三天之后到达。现在担心的是，咱们能不能顶得住这三天啊？顶不住也要顶，尽量的拖延时间吧。虽然日本人已经拿到了五块金龙令。 但是目前看来，他们应该还没有找到龙脉的入口。山下龙脉的入口，直接通到山上的出口。如果我们能够提前知道山上出口的位置，就可以提前布防。必要的时候，还可以把出口给炸毁。其实所谓山下通往山上的甬道，就是古人给龙脉幻灯游的通道。 这条通道一共有三条，第一条在山外，已经被填死了；第二条是假的，里边机关重重，进去必死无疑；第三条就在后山。但是经过几百年的伤风爆发，具体的位置根本没有人知道在哪儿。但是必要的话，只能去后山找找看了。 加藤君，这五块金龙令的秘密抓紧破译出来。赤木君，请您把令尊的日记本给我，我会尽快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好，这个许家和太久好了，以我们现在的粮草，坚持不了多久，所以加藤君你……属下明白。 这日本人粮草都没了，这样打下去能赢吗？别最后把我们也搭进去。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，既然走上了这条路，就要走到底，哪怕是错了，我也想告诉所有人，就算我八槽错了。
是莫格巴佐的这种打法，虽然暂时攻不进来，但是我们的暗哨和巡逻的弟兄一旦跟他们遭遇的话，吃亏的肯定是我们。是的，为了把山王减少到最低，暗哨必须要撤回来，就让林子里的机关去对付他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五块金龙令在他们的手上，一旦他们找到了龙脉宫的禁区，林子里的机关就对他们失去了作用。更可怕的是，如果他们攻破了龙脉， 山上的民众就会彻底的乱了。嗯，几百年来，通海人保护龙脉的概念根深蒂固，一旦龙脉被破灭，他们的精神世界就会被击垮，这也是最可怕的事情。 赵镇阳下去，树林的暗哨一个一个被杀，早晚可以杀光，金营不过如此。赤木君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光靠杀掉这么几个人是攻不下金月营的。虽然他们的武器装备没有我们先进，但他们依靠天时地利，金龙山易守难攻，不适合大兵团作战。想要拿下金龙山， 绝非易事。你想说什么？请赤木君多给我一点时间。等我参透了五块金龙令上的秘密，率领大军进入龙脉，金一营会不攻自破。通海我了解，该怎么做用不着你来教我。世人都怕死人，通海人也不例外。 赤木君，赤木君，我破解了金龙令上的秘密。赤木君，根据我破译的五块金龙令牌的信息，如果没搞错的话，龙脉的入口应该就在这里。 大部队准备全面进攻。
干什么？还不快去给我拿下东海，给我的父亲陪葬啊！好，是，快，小胖，快走。赤木翻看起父亲的日记，往日的一幕幕逐渐映入眼帘。这群人进入龙脉，找寻玉海棠，反复穿梭中迷失了方向，就再也没能走出去。而在此时，八曹带领日本军队炸开了龙脉的出口，通海危在旦夕。钱宝，那些日本人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。什么？你说，会不会真的进了龙脉？有这个可能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传令下去，全体备战。是。得玉海棠者，
得天下。如果不听玉海棠的，你们祖宗八代永世不得超生啊！通海几百年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你们跟着我拔草可以活命，要是跟着那个赵月泽，那就是死路一条啊。很快就会到了，我们一定要坚持住，坚持这最后一天。可是拔草已经破了龙脉，拿了玉海棠，咱们在这儿坚持有什么意义啊？是啊，对啊，坚持啊，有什么坚持啊？对啊，是啊。大家听我说，我相信拿到玉海棠就能号令天下，只是个传说而已。我们大家谁都没见过玉海棠是什么样子，如果拿到它之后真的能号令天下，那拔草就不用在外面喊话了。他之所以这么做，只是在跟我们玩心理战。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引起我们大家的恐慌，因为他深知我们通海几百年来的观念，一旦我们恐慌了，他们就可以趁虚而入。所以我恳请大家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一定要坚守这最后一道防线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。谢谢大家。这赵先生说的这么慷慨激昂，这龙脉丢了，咱通海还能守得住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一定要守住。要不守住的话，我们通海就完了，彻底完了。哎，这龙脉都丢了，赵先生说的援军他再不到，咱们连命都得搭进去啊。是啊，可不是啊。对啊，是不是啊？都没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再就不能守了，住啊，怎么办？哎呀，都没命了，都后来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几百年了，是啊，是啊，没了呀。
你跑啊，八草！我看你还跑到哪儿去？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八家的列祖列宗们，我八草尽力了。 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当大通事的机会？啊！如果让我当上大通事，你们过得会比现在好多了。八草，日本人在东海杀了那么多的人，如果没有你的帮助，他们根本不可能进来。你为了当上这个大通事，居然选择了背叛通海。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？ 能打能杀不择手段，即便是得到了天下，也得不到人心的。你注定就是个失败。我八草今天是败了，但是老子不服啊！ 你们在想什么？很久没有这样静下心来，看看四周的风景了。没想到夕阳可以这么的壮美。可是看够了这样的夕阳之美，是时候去寻找前方的黎明了。走下去，只要走下去，我相信。 夏天的阳光，我的世界就被你照亮。
上灯塔的光芒，我的孤船就有了方向。在没有你的地方，冷风刺痛我的胸膛，在没有你的心港，我的梦在流浪。地球是旧的眼泪，风吹过年华如水，时光一去不再回。地球是旧的眼泪，每一刻如此珍贵，你是我肩上的堡垒，你是我肩上的